我猜大部分人啊，肯定用过这种颜色的雨伞，七彩雨伞。这种雨伞在当年啊是非常的火。今天我们就用纸做一款一模一样的七彩雨伞，正方形纸斜边对折，翻过来把上面一层对准下面对齐，用这个角对准这个点对折，转过来我们把上面一层折过去，拿起来插到这个缝里面。这样的碎片我们准备七个，拿出一个碎片在角上涂上胶，再拿一个碎片在三角形上还有角上也涂上胶，用涂上胶的三角形插到这个缝里面，再把红色的角压下来粘在这个黄色上面，下面按照这种规律把其他的都粘起来。风阴无心惊扰了对其人慢离何时，最后我们再把红色的碎片插到这个缝里面，翻过来我们把多余的角插到缝里面，用纸卷一个小棒贴上一个小长条，再用铅笔把中间的洞戳得大一点，上面再贴个长条固定，剪掉多余的地方，然后我们装饰一下底部，我们折成一个像鱼钩的形状就可以了。真的是又简单又漂亮，快去做一个吧。